欣赏。时间交给彭孟政委。好，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哦。那大家刚刚看的这个影片是我们外交部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形象影片。这个影片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外交部第一次在就是联合国大会期间的整个 campaign 整个形象的宣传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悲情的成分。刚才大家看到的完全没有台湾 needs help 的这个部分啊，完全就是台湾 can help。 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的外交的一个主轴的一个转向。在此之前，大家在台湾想到联合国，不管是之前有参加过入联反联公投的朋友们，或者是其他跟联合国相关的，大家想到的都是说，哎，我们想到联合国好像就是，哎，不是他的会员，好像是被拒于千里之外等等等等。但是呢，从2015年开始，这个想法开始出现了转向。2015年的时候，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也就是17项目标。那在这边的展览里面，每一个展览，这个展厅啊，社创展厅，几乎每一个都会贴上这17个目标的符号。那大家只要多认识这些，其实就不是台湾进不进联合国，而是联合国这个理念，全球永续发展理念走进了台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解决自己问题的经验跟所有其他人分享。所以接下来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份简报。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是 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 它是每年会举办的一个社会企业的一个年会。那今年是在阿迪斯阿巴巴，就是伊索比亚，就是我们的故乡啊，露西在的那个地方嘛，那人类的故乡啊的就是大家的阿座啊的那边去举办。那在那边，当然我除了感觉祖灵充满之外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地其实并不是跟我们有一个非常紧密邦交的一个地方。它的辖区的这个最近的一个大使馆可能是在可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等的这样子的地方，所以其实当地的对我们官方的记忆并不是非常的强烈。那但是呢，当地的人民其实很多记得说，哎，他们的农业的改造，他们学到了很多医疗的技术等等等等，可能是一两个 generation 以前是台湾的朋友们教给他们的。所以这个我想也是影片里面为什么一再强调说台湾 can help，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靠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外交。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我的 title 为什么在伊索比亚那边叫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其实是累积了台湾非常多不同的世代来一起做的。那刚好我们今天三位讲者啊也是不同的世代啊，所以我们是把这个当作我们的这个基本的概念。那可以帮我们选下一页吗？因为遥控器不太稳。对，好，那所以这个是我在伊索比亚当时跟非常多非洲国家分享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其实是联合国的，就是非洲的总部。那然后上面就是联合国的那个 mark 啊、哦，所以跟我们国旗放在一起是非常的相得益彰。那为什么大家从新闻上常常可以看到我们国可以随随便便的就跑到联合国场合开会，好像是这个如入无人之境这样子？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自从2015年永续发展目标出现之后，只要你可以很明确的讲出你在解决哪一项，一共169个具体的问题。那么关于那个问题的会议，任何人他不管是不是官方身份，跟官方的席位都是平起平坐。所以你要拿到一个席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在这17项目标、169个具体指标里面，我到底解决了什么？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去在这个联合国的场合里面分享自己的经验。所以呢，我在这边分享的第一个经验呢，是关于优质的教育。那这个呢，是在教育创新，也是这一次的那个就是大学校的展里面，有一个叫做黄伟翔，他有一个社会企业叫做 Skills for You。那他做的事情呢，就是大家可能还记得，他去跟所有的我们的技职奥运，就是 World Skills 的选手合作。当他们赢了，中间这个应该是我们汽车喷漆的金牌哦，就是拿了牌之后呢，他们就去媒合他们，去这个一些就是比较不山不市的，就是有一点点偏僻，但是没有那么偏僻的地方去进行教育。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12年国教课纲出来之后，其实学生自己挽起袖子，跟社区一起去做社区营造，然后透过设计的思考，去把每一个部分弄得这个让人非常容易亲近，弄得美美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教育的一个新的方向，就是每个人不是等毕业了再来改造社会，是学习的时候就改造社会。所以这些技职国手呢，就好像是夜师一样，去带着大家一起去改造社会。所以当时呢，黄伟翔因为是我们行政院的青年咨询委员，我们的青咨委员就是所谓的 reverse mentor， 他是进到行政院来去带领这个部长。他比较年轻嘛，青资都35岁以下，带领我们劳动部长徐部长去俄罗斯看这些人的比赛，看到他们拿了奖牌，拍了一支短片群幕嘛，回来放到我们的行政院的院会，然后苏贞昌院长看了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在青资会提案说，那我们国庆游行不应该只有运动选手，也应该有计时选手，这样子所有的小孩看了之后就知道说，你掌握的这些技能不只是对自己好，事实上对你的社区整个都比较好。那像这样子一种优质教育的这样子这种概念，其实我们在非洲分享之后，他们就发现说，这个我们也可以做啊，我们也有类似这个青年咨询委员啊，我们怎么都没有想到说，他可以做 reverse mentorship 啊等等。所以我们卖的就不再是特定的产品或者特定的服务，我们卖的是这样子一种新的概念，跟这样子一种新的概念的实施的经验。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社会创新，麻烦下一张。所以在外交上面，我们现在就是在不断累积像伟翔这样子的例子。那这样子的例子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共用的资料库，而且是有英语版本的，它是直接可以切换的，叫做社创 si.taiwan.gov.tw。那这个也是数位外交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体现，因为在数位外交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打入什么关键字的时候可以找得到你的内容啊，这个叫做 SEO， 就是搜寻引擎最佳化。我们在以前呢，这个像你要打 AI 台湾，想要知道台湾的 AI 发展现在到什么时候了，你就会找到科技部的、经济部的，经济部还有3个，然后不同的地方政府的等等等等，会非常非常乱，非常非常的繁杂，而且呢大概政府的排名都在第2页以后啊。那后来呢，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跟外交部借这个台湾.gov.tw， 然后前面加上 AI， 所以呢你现在打 AI 台湾，你一定找到就是 AI.taiwan.gov.tw， 你很难赢过这个 domain 嘛，因为它 domain 就叫 AI 台湾了哈。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全台湾不分地方政府、不分部会的这个力量、贡献等等都放到 AI 台湾上，那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的社会创新，我们怎么样透过民间的力量来达到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所有的这些故事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在 SI 台湾上。那当然数位外交官就是很多位外交官的意思嘛，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用这些故事去全世界去分享。好比像说在上面就有一个点啊，应该是在高雄，应该是在这里，他有一个做那个 health and well-being SDG 3。那这个呢，他做的事情就是肺结核的筛检，因为在这个永续发展目标里面有明确说2030年肺结核要消失，但是你要达到这个的话，每年要减5%到7%它才会消失。那但是现在每年只减2%到3%，那为什么呢？因为筛检很贵， WHO 的那个 expert 的那一套系统，每一次筛检就要7美元到10美元，就是大概300台币左右。那很多非洲国家是付不起，所以它的肺结核就还在传染这样子。那但是呢，因为在就是应该高雄有一个社会创新的一家公司用 AI 去做筛检，
然后呢，他们去跟台湾的一个偏乡，应该是宜兰这边啊，就是台湾还有一些肺结核的地方，去进行合作，然后在那边去 train 他的 AI 的模型，用机器视觉的方法，可以快速的判断出筛检的结果，所以他就把筛检的费用透过这样子，先解决台湾的肺结核的问题，降到了大概每次筛检$1。所以本来是$7到$10，降到$1不到。那所以呢，我们就把他们带到伊索比亚，他就在非洲这个20几个国家面前说，你现在跟我们开始合作的话，那我们肺结核筛检只要一次只要$1。那这个他底下的就反应非常热烈，然后散场了，还不断的在围着这个创新的朋友们讲。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知道他，因为他有上来登陆嘛。我们有大概400多家不同的正在解决具体的永续发展目标的问题的公司，跟协会、跟合作社、跟劳合社、信合社、这个有限合伙啊，各种组织都很重要啊。就是大学、文化大学上面啊，都在这个上面去把这个故事变成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来进行外交的一些材料。啊，麻烦下一页。那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发掘这些故事呢？因为很多朋友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是解决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因为这毕竟2015年才出现的概念嘛。按照我们这个联合报愿景工程的调查，台湾你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有没有听过17项永续发展目标，5个人只有1个人会知道有17项永续发展目标，所以这个还有非常大的这个拓展的空间。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我们巡回到全台湾，除了我每个礼拜三在这个通总，就是仁爱路399号，让我们现在把围墙都拆掉了，都镂空了，任何人都可以跑来找我聊永续发展之外，我在礼拜二的时候，我就会巡回全台湾，到特别是高铁离高铁站比较远的地方去了解大家正在做什么。通常这个礼拜二，我就是到新竹宝山乡的那个丰城黑糖啊，就是那个黑糖爆浆馒头的那个地方，他们在做的就是让就是老人照顾老人的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把客家文化延续下来，变成文创的双品。那他们可能不太确定说，哎，他们在做到底算是 SDG 3呢，还是11呢，还是什么呢？他解决了里面哪些最具体的这些目标呢？哎，我们其实并不是去教导他们，我们是去把他们的故事发掘出来。而且呢，当他们碰到任何我们政府可以帮忙，或是我们政府本来在帮倒忙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保说，我们透过台湾，因为台湾宽频是人权嘛，都可以连到社创中心跟其他5都的各个就是社会创新的实验站。那这些实验中心呢，所有的这些科长以上的12个部会的朋友们，就透过网络去听在地的朋友怎么样去讨论在地的事情，新竹县碰到的实际的状况。所以这样子下来，大家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虽然看起来很杂乱很纷乱啊，但是所有人都是来帮忙解决问题的。那这个时候各部会之间也不会之间彼此这个互相这个推皮球，因为他们就我们说见面三分情嘛，隔着视讯可能2分情啊，他们就可以实际看到在地的那个故事，然后一起跨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解决了，就是他们的功劳啊，在地的朋友们就会非常感谢这些公务员朋友们。如果他们不小心讲错话，或者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话，他们也没有危险啊，因为他们事实上是在就是隔着荧幕嘛，隔着荧幕你也不能打得到人啊，只有我在当地啊，所以我吸收风险，然后他们获得 credit 啊，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很多的公务员是愿意创新的，所以我们后来就输出这个模式。事实上，我们跟好比像说，应该是东加勒比海的那些小岛国。我在上个月才有一个叫做 Virtual Island Summit， 就是完全在虚拟空间里面进行的岛国高峰会，哎，非常多部长级的人物啊，这都亲自参加。那但是呢，为什么大家参加这个高峰会可以说我们是在解决岛国的问题，而不是加深气候变迁、加剧碳排呢？因为这就完全是用这种方式在做的，所有人都在 Zoom 上面视讯，我们还是排议程，然后我还是讲。那我也不是只代表这个，不是只有我代表这个台湾本岛啊，澎湖也有代表啊，就是每一个岛有自己的代表啊，然后去讲他们在那边去怎么样子去处理他的海废的问题，他的这个保利龙回收的问题，然后我们这边怎么样去确保大家有宽频的人权等等等等。那我们讲的很多的都是从这一次这个社创展场的题目直接拿出来分享给各岛国的朋友，那我们就可以说，因为我们没有搭飞机飞来飞去的关系，所以我们对气候变迁呢，事实上是没有排碳嘛，这是一个零碳排的高峰会，所以对，然后如果你完全是透过视讯啊、开机器人啊，自然也没有这个护照发不发、签证会不会被挡住啊等等这个问题，所以这样子的外交形态在接下来会成为常轨，这个才是常轨，而就是搭飞机飞来飞去的，你每次都要说明给全人类，为什么你搭飞机造成了这些碳排，你造成了社会影响，你可以抵掉这些碳排啊，那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新的国际的一个趋势。那最后下一页，谢谢。那
最后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年为了要把这些社会创新放到总统的高度，让总统承诺说，那我们一年之内就来把这个社会创新完成。其实我们有一个活动也是社创平台这边的，叫总统杯黑客松。所以每一年呢，大家只要想到一个主意，好比像说我只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在之前大家可能还记得在离岛好像绿岛吧，就是在晚上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家属希望说把这个受伤生病的朋友们透过直升机送到台湾本岛给专科医生医治，那因为天气真的不太好，所以后来直升机就坠毁了嘛。那后来呢，当地的这个卫生所很多时候也许只有一个护理师或者只有一个加医科的医师等等的这个情况，他们会说其实如果当时做判断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当要送过去那个专科医师跟决定要不要飞这个直升机的那个负责的医师三方视讯会诊，而且是在家属面前会诊的话，那事实上家属就比较不会那么不相信我们，这是其实才是 root cause 啊，根本的原因。那所以呢，后来他们就说，虽然远距医疗里面在当时护理师其实只有医师陪在旁边的时候可以做医疗操作，医师是远距陪着的时候是不能做医疗操作的，但是呢我们无论如何就花三个月来试试看。所以他们就提案跟卫福部提案，然后来做总统杯黑客松，任何人都可以提案。那我们在每一年会选出五个优胜团队，所以他们那个队伍叫做零时差队啊，不是零时差队，零时差队，没有时差的队伍，对，就很成功的在像一个沙盒的这个状态里面去试做，说如果护理师可以让医师远去进行指导，然后做一些医疗操作视讯的话，家属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安心，比较没有那么一定要在晚上用直升机把人送到本岛。后来结果是非常好的，是对的。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总统就颁奖杯给他们。总统奖杯是没有奖金的，那个奖杯是一个投影机，你只要一打开就会投影出总统颁奖给你的画面。那是这个在台湾叫神主牌，对，神主牌。所以颁一个神主牌给你的意思就是说，总统承诺说你这个概念实在是非常好，你这三个月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都给我来一点，那在接下来一年之内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到全台湾都有。那所以像这个就是远距医疗的修法，哎，非常顺利就通过了。现在护理师可以在远距的医师指导下去进行医疗行为。那我们现在也不只是在离岛，我们在偏乡有超过100个点都有像刚刚这样子的这种三方视讯会诊的平台。也就是说它加速了本来用公务预算大概没有办法那么快达成的事情，我们透过这种社会创新的力量让总统看到，然后总统就说好，这五个 idea 我们一年之内就把它做完。那总统杯黑客松去年 run 非常的成功，今年呢我们不但有国内的，我们也邀请国外的朋友，所以有所谓的国际组。那国际组的朋友们同样他们得奖之后在他们的总理府啊什么也都是列管的，就是说我们他要加入的话，他的那个总统或者总理或什么也要答应说，如果他在台湾这边在台湾的辅导之下得奖，把台湾的这些模式带回去的话，那他们在那边也要尽可能在一年里面去把它完成啊。所以呢得奖的呢这个在今年国际组就是马来西亚他们去透过公共的采购的合约的分析自动去找到围标的这件事情哦，啊，这个是很有用，对全世界都很有用。那或者像洪都拉斯他们做的就是说在一个先期的公务的规划的时候，就是类似像我们在做环评的时候就可以把所有相关的 NGO 都找来，然后实际去算它对于气候变迁的影响到底会怎么样。那这个呢就不会是等你发包了大家才上街来抗议，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按照不同的方案去做模拟试算。所以他用台湾这边的技术、这边人员、这边的辅导做出来的东西，在他们那边发光发热之后，其实未来台湾也用得到。所以其实我们说台湾 can help， 就好像说这个一个人鞠躬，这个拿着这个礼物嘛，那给另外一个人，他也鞠躬收下来。其实你完全从这个画面的话，看不出是谁在给，谁在拿啊，就是双方都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我们透过这种开放式的创新。传授给他们之后，他们一旦做出来了这个开放创新的衍生的产物，哎，我们也可以有所获得，有所学习。所以这个台湾 can help 是双向的，它不是上对下的。好，最后一张。对，那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再做一下科普了。像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每一个都是有点像杜威十七问分类啊，什么点什么。前面的第十七项就表示它是在做就是全球共同价值的伙伴关系，就是 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
那 polish 和 gloss 里面有很多具体的做法，每个都是从17.1、17.2等等，一直到17.18等等。那所以像我刚才在讲的这些工作，我们如果要用 SDG 来编码的话，就是17.18，确保所有的这些资料是大家共用的，而且用 SDG 加以编码。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废结合的例子啊、教育的例子啊等等等等，每一个都编上这些号码，而且具体它到底做到了多少这些KPI 啊等等，是由民间来设定，而不是政府在那边编了。那民间设定之后，我们分享给所有国际伙伴，这就是17.18要做的事情。17.17就是说，当这些资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像拼拼图一样，有些不适合政府做，有些比较适合民间的朋友们做，有些不适合大的组织做，比较适合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变形虫式组织来做，就是网络上的乡民们来做。那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说哪事情该做。该做的人就自己当仁不让，就出来做，这叫当责。那这个是17.17的目的。那最后17.6的目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分享，哎，我们怎么样解决自来水漏水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子透过 AI 的方式来去分析整查各种各样子的土地跟空气等等的品质？我们去分享说，哎，我们怎么样子透过这个远距视讯的方式等等的时候，我们都是实际，不管是人到那边或开一个视讯会议，是让他们有力量做出来他们自己的做法，而不是我们自己包一套包包好，他们要付钱买，然后每年还要这个续约等等，但是我们就这个闭门造车啊，不跟他们分享我们怎么做的。我们分享就像刚刚讲的，是我们的概念跟我们的经验，而不是我们最后的这个产品他爱买不买，就像以前国际援助的那样子一个模式。那然后如果买不起的话，还有一个港口给我们哦，我们是绝对不做这种事情。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透过开放式的创新来援助彼此。这个呢，其实不只是对台湾。在国际上面形象，你一想到台湾就想到台湾以后有好处，事实上也对永续发展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的地球比现在好，也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外交的主视觉啊。下一张，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主视觉还不错的话啊，那这我就是上面是联合国嘛，它抛弃著作权，任何人都可以用嘛，底下是外交部的字样嘛，那这样子排版是这个我设计的嘛，那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主视觉有兴趣的话哦，那边好像有 T 恤可以卖，好，那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艰难的外交处境，我们一定会觉得台湾 cannot help, who can help us, 对不对？我们一定会很不自觉的这样想，但是就是会有人会把这个信念设在台湾 can help,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台湾 can help。 哪天各位如果遇到外国朋友，如果在质疑我们的外交地位非常的艰困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台湾 just can help, 我们做了 we did a lot of things, 对，我们真的要以自己为荣，然后有这个信念，有务实可行的方法，我们就真的做出了一个很独特的台湾模式。真的是感谢唐孟政委这么积极的在做这些事情。好，那除了政府的角色以外，其实企业也有很大的能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华硕的文教基金会的董事执行长魏信娟执行长。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他们？华硕是我们一直非常尊敬的一个企业，就是不太喊口号，然后真的就是一直在做从本务实的事情。他做毕业长也是做到，就是说贯彻自己，然后以及自己的供应链都会经过很强大的检核。刚刚这个金亮也说，我们华硕生产了很多的电脑，我们不要成为废弃物的来源，我们要 really do something 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他们走向了38个国家，用一些创新的方式解决老电脑的问题，让老电脑有新生的角色。这个怎么样的创意的形成，我们把时间交给魏执行长，谢谢。唐公主，那个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华硕一直在思考着，我们不会再只是，因为现在全球一年听说有5000万吨的电子废弃物，那这件事情其实也一直在让我们思考着。我们当然要做有序，企业一定要做有序，因为我们怎么样让地球更好？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我还能够做什么？当然，我们也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出一个议题。我们怎么样去回收我们的电脑？我们不再只是制造，
我们应该是一个山西产品的一个回收者。那当然也希望，因为华硕只是一个国际品牌，就希望能够做一个带头的作用。那我们就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刘董事长还有我们公司提，我们基金会提出了一个，我们怎么样让老电脑能够让它重生，让它有新的生命，赋予它再延续的一个任务哦。那因为华硕的一个经营理念，我想我们看最后一个哈，对人类社会真正做出贡献。那这也是我们在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跟我们董事长提的。我说，因为我们不是 HR， 我们没有办法分析关怀员工，让华硕来积极。可是我希望我们基金会的任务就是说，对人类社会真正做出贡献。于是朝着这个目标，我们基金会成立了。那当然，我们希望是说，因为华硕有华硕很庞大的一个资源，我们在海外。几乎有的地方，有人到能够走得到的地方，几乎都有我们自己的分公司，有我们的经销点，有我们的电脑能够走得到。所以我们是希望善用华硕的资源，真正关怀人类，爱护地球。我不觉得它只是一个口号，我们觉得说，所以我们就带他们到山上去。没问题。那怎么样创造学习机会，培育就业能力，缩短思维落差？我想这是我们在基金会成立之初所能够运用华硕的资源，能够继续在这方面加强。那刚刚郑轩也提到38个国家，只是我们这10年来走了38个国家，我们希望能够持续走到全世界，有人的地方我们都希望能够散播，让他们用华硕的电脑也好，不管用哪一个品牌的电脑，希望因为电脑让他看见全世界。那我们看一段影片吧。其实这个个案也是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因为它是因为我们在菲律宾目前已经有18个数位学习中心，那也因为这个年轻人当初是个游民，那游民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张传单，就是我们在菲律宾有个数位学习中心，他就进去问说可不可以去上课，也因为这样子，他学习了他怎么修电脑。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最后他取得了修电脑工程维修工程师的一个证照，翻转了他的人生。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到底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不要看因为善小而不为，我们一直在相信他的影响力是有的，他总有一天会翻转每一个人的人生哈。那因为菲律宾的个案，我们在菲律宾有18个，目前有18个数位学习中心，也因为我们在菲律宾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现在菲律宾政府官方他们指定的电脑品牌，它就是华硕的。所以我相信当时这绝对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也是希望是说能够真正帮助那边需要的民众哦。那再生电脑这个部分哈，当时是我们在2008年就想起，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山西的废弃物其实非常非常的可怕，
它能够回收的一部分，我们也尽可能的做。可是后来就发现，大概在十台电脑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拼凑出再完整的，可能有两台到三台，甚至有更多。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2008年开始，我们就收集了所有的资讯产品，不会是只有电脑，三 C 的产品。然后我们其实当时就想说，不要只是收华硕的，不分任何品牌我们都收，然后到了指定的地点，然后测试整修。那我们在这十年来，我们已经整修了15000多部的废弃电脑，已经完成了再生电脑有大概10000多部。那捐赠的部分也已经送了好几千部到海外的地方，甚至我们台湾也有。因为有人问我说，啊，你们是不是只有做海外？其实我们台湾做的非常多。好，那就征到弱势的团体，然后我们就成立了数位培育中心。因为其实我们在想说，我们不是只有送硬体，因为硬体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很多人挣，可是要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这个电脑去培育人才。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培育种子，把每一个会电脑的人，他变成是一个不但会修电脑，也可以会教学。哦，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我们的数位学习中心就是有一个培育计划。那刚刚提到哈，我们从2008年起哈，目前当然就已经把电脑送到38个国家，捐出了大概15000台的电脑。当然这里面也有新的，因为有些国家它需要是一些新的电脑，有些单位那超过1800个单位受赠。那真正培育训的人才超过300000个，因为我们也是一直希望是说，我们不要只是捐了以后，当然就后面就没有下文了吗？不是，因为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成立一个数位学习中心，怎么样去教导大家使用电脑，培育种子，甚至培育老师。哦，所以目前大概有300000人受惠。那刚刚谈到了吧，就是提升就业的技能。我想这个提升就业技能是希望能够翻转每一个人的人生哈。那这是一个我们送到非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的志工，我们公司还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国际志工团，我们跟台湾的大专院校同学一起合作，把电脑带过去。那大专院校的学生，他们也大部分都是资讯的志工，加上配合我们华硕电脑自己的志工到海外去，然后帮他们上课。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希望能够让这些孩子，他的因为电脑，它可以让跟世界来做连接。因为很多地区、很多弱势的国家，甚至他们都没看过电脑，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觉得说，电脑真的可以给他们一双翅膀，让他们走向全世界，可以看到这世界，跟世界来连接啊。那这是一个个案哦，我想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是在秘鲁的一个个案。我们在秘鲁也成立了数位学习中心。那秘鲁我们在中南美，所以刚刚谈到38个国家里面，秘鲁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数位学习中心。那这个个案是因为这是一个家庭妇女哦，那她因为家庭的经济压力很沉重，他当然就做了一些手工。那手工做一做，手工包包啦，手工的一些围巾啊，手工的一些吊饰，可是他必须拿到市场去卖。那市场常时好时坏，有时候就卖不出去。那也有一天他也发现到了，他可以到数位学习中心去上课。他是上了课以后，他会什么？会架设网站。他终于知道我怎么去行销我的产品。他就架设了，学习了架设网站以后，他透过他的这个网站，变成了他一个品牌。哇，他的手工，他做的手作这些东西啊，供不应求。他供不应求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工作室。他变成了工作室，就找了很多很多跟他一样的这些妇女，一起来到他工作室，来变成是一个品牌，甚至他所做出的产品，听说是供不应求。
我想这就是电脑的无远佛界，它可以影响的。所以我们一直常说，怎么样善用我公司的一些专长，善用我公司的一些特质，我们可以做的。其实我相信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带动台湾的企业或者是全球的企业，每一个企业它都可以做。怎么做？只要用利用公司的产品或者是利用公司的技能，我相信其实非常非常的容易。那这也是我们在国际志工，因为我们从2009年就到今年已经出了第10团，到东南亚国家，甚至远到非洲的坦桑尼亚。我们除了送电脑以外，我们国际志工也会去陪伴他们教学。那教学里面当然有文化的教学，也有卫教的教学，也有资讯课，那甚至帮他们做一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资讯的培训跟教导。所以在你看，这每个孩子看到电脑都非常非常的开心，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不是他们平常生活中可以看得到、可以接触得到的。所以在孩子的逐梦路上，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温暖的陪伴。这个就是我们在国际志工的部分。那我们在跟中原大学在培，就是在菲律宾的数位学习中心的一个教导，那甚至这些孩子都教导他们怎么用手机、用 APP。那刚刚提到了哦，就是菲律宾的部分，我们其实生根了很多年。我们现在在菲律宾有18个，刚刚提到18个数位学习中心。那也因为这样，其实我们菲律宾的业务哦，他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做这件事情。他常说，我们以前在打 marketing 的时候啊，好辛苦哦，我们遇到好多一些大品牌。可是我只要提到说我们华硕 ASUS 我们在菲律宾所做的，哇，基本上几乎是一路的长虹，能够大家接受度就非常好。那我想这刚刚提到的真的不是我们一开始的本意，我们绝对不是说我做善事我只是要能够卖好我们的产品，绝对不是。我们希望是说能够借由我们怎么去做，然后后来才没想到可以帮助我们的业务这么大这么大，所以他现在跟我们合作的非常，我们有菲律宾的业务跟我们合作的非常非常愉快。他说只要你们愿意走到哪里，甚至因为我们捐了电脑以后，我们这是18个数位学习中心，会有电脑老旧，会有需要维修，所以我们菲律宾我们当地的员工，我们当地的工程师就可以帮忙。所以我们不会说只是捐赠硬体，我们怎么样去培育当地的人才，最后当然就是文化跟教育的传承，也是希望能够在当地能够带动。好，那这个是我们国际志工清华大学，我们最远我刚刚提到我们送到非洲的坦桑尼亚。那坦桑尼亚大家知道它是一个非洲非常辛苦的一个国家，那每年当这个电脑送去的时候，这些孩子们他们好开心，他们怎么样因为用我们的电脑来做一些学习。我们后面有一段影片可以帮我播一下吗？因为我们每年都到不同的学校，所以每一年去都必须为那个学校成立一个电脑教室。今年带了100台电脑出去。
这个要跟政委报告一下，虽然我们是民间企业，我们也很认真的在推销台湾。谢谢。其实就让那些孩子知道台湾在哪里。好，那除了海外以外，我们在台湾的部分呢，其实刚刚提了，我们有一个国内志工。刚刚那是国外志工，我们在国外做了38个国家，当然38个绝对不是一个数字，我想我们是无量，希望有人的地方我们都能够，有国家的地方我们都能够走到。那这是我们在国内的部分，我们有办很多的数位学习营，那我们到很多一些国小，我们的国内志工带着我们的电脑，带着我们公司的3C产品去陪伴那边的孩子，一起去玩3C的东西。这是我们在每年的暑假，我们每年的暑假大概都会办2梯到3梯，到一个梯次大概4天到5天的时间。我们今年是到彰化的同安国小，教这些小孩子一起怎么学习这些组装数位机器人。我想其实要做的不是只有说带动这些孩子，我觉得带动我们公司的同仁，他们去付出以后，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我想启发人人的爱心，这也是我们想做的哦。好，那我们还有陪伴一个宜兰的失亲儿协会。那这宜兰的失亲儿协会，他也一直长期在跟我们的国内的志工做一些合作。那我们就会去协助他们那些失亲儿做一些3C 的产品。我想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培养这些孩子他的学习能力跟他的自信。那也因为有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陪伴，我想每一个孩子，曾经我们在一次我们的那个基金会的周年发表，也找来了一对兄弟，他们也说也因为我们这些志工们的陪伴，让他开始有了自信，让他学习到他怎么去用电脑，怎么去付出爱心。我想我们今天基金会想做的无非就是启发人人的一个爱心。那怎么样能够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非常强的强项，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产品，能够做到利他。我想生命因利他而丰富，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利他的心。谢谢。谢谢。我其实还好感动哦，就是就在这个时刻，你想想看，在菲律宾，在秘鲁，在坦桑尼亚，就有人因此他的生命翻转了。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就有人因为华硕的作为，生命因此翻转。就你看那个坦桑尼亚的孩子，如果他手上没有一台电脑，你觉得他会有一个信心说以后我想要当一个外科医师吗？不可能，他不会，即使他有这个想象，你不可能的。所以其实真的我看了真的好感动，就觉得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很弱，处境很不怎么样。其实就企业不管是政府， we can help everybody， we can help， 我们 everybody we can help，台湾 can help others， 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永远是在一个很艰困的环境里面。好，再次非常感谢华硕电脑，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接下来呢是一个非常真的是非常秀气，然后他的力量很不可思议哦。这个我们非常年轻的嘉佑，他是我们倡议家最年轻的客座总编。那他在2年前呢，单枪匹马的前进科索沃，然后呢做出了一个很传奇的事情之后呢，现在他进军越南，然后也在越南做了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呢是我觉得非常有影响力的民间外交家，就不要觉得外交是政府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 we can do something， we can do something。 所以呢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数位外交协会理事长郭嘉佑。Hello， 大家好。那刚才唐政委在讲台湾 can help， 魏执行长在讲的是电脑跟数位的力量。那等一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是台湾数位外交协会怎么结合电脑、数位还有台湾 can help 两件事情，在全世界用网络还有社群媒体去行销台湾这个品牌。
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湾数位外交协会的理事长，我叫郭嘉佑。那通常大家会找我来演讲，是因为我过去在很多国家的 NGO 工作过，我在希腊、匈牙利，然后还有科索沃跟越南都有住过一段时间。那我在这些非营利组织、国外的非营利组织工作的过程中，会发现说，其实社群媒体是大家都会用的工具，而且常常社群媒体它是一个在欧洲，它是一个跨国沟通的平台。那我回来台湾之后就想说，台湾人其实超级会做社群行销，大家都同意啊，就每次不管发生什么事，隔天马上就有懒人包就出来，反应超快。那台湾这么会做社群行销，是不是有可能把社群行销变成我们跟全世界沟通的一个工具？因为社群媒体或是说网络，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这个空间里面，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你们想要接触谁就可以接触谁。那外交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如果加“乡民”两个字，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难懂，对不对？比方说今年就是很不幸有两个国家跟我们断交了嘛。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断交的时候，网络上出现各式各样的声音，各式各样的声音，大家都在讨论啊，很愤怒台湾人，如果文旦观光的话怎么办？怎么办？大家在讨论的都是台湾人自己的想法，可是。你有问过所罗门乡民的感受吗？所罗门跟我们断交，他们的乡民在想什么？网络很有趣哦，网络你可以马上就可以咻，虽然说造福所罗门的机票很贵，可是你在网络上可以马上就接触到所罗门的乡民。比方说，我们那时候就在发现，我们就发现说所罗门有一个粉专，他从今年六月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在他们的粉专上面说，我们不可以跟台湾断交，跑去跟中国建交。他在他们的网络上呼吁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把这篇贴文转到了台湾的社群，转到台湾社群以后，这篇贴文就爆了，大概是所罗门跟台湾断交那一天，全台湾排名第二多赞数的贴文，第一名是蔡英文。那大家开始去看到说，其实所罗门人对于这件事情是有感觉的。那我们也去看说，所罗门的乡民在他们自己的粉专，在他们自己的脸书世界里面有什么样子的留言，对于台湾跟他们断交有什么样的感觉。会发现说，我知道这字很小，大家后面可能看不到，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表情符号，很多的哭脸，还有很多的爱心。他们说台湾我们很爱你，就是我们不想要失去你这样子的朋友。那所以后来我就寄了一封讯息，我寄了一封私讯给这个一直在帮台湾发声的所罗门的粉专，跟他说，其实台湾也就是很珍惜这段友谊啦。那我们希望说，虽然说政府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但之后台湾跟所罗门的友谊还是可以长存。结果他们小编就把我的这篇贴文贴到他们自己的脸书上面，然后大概得到500多个赞。所罗门只有60万人，所以500多个赞算是爆文，这样被推爆这样子。那后来这篇贴文底下就开始有一些台湾人跟所罗门人开始做对话，开始互相留言。所以本来相距很远的两个国家的人可以在网络上开始做一些对话。那今天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数位外交它为什么会出现，原因是因为现在的社群媒体还有通讯软体，他们已经改变了我们习惯的国际合作的方式。以前在做国际合作，可能要写 email， 可能要打电话，那沟通的成本超高，然后一个国际案子可能会拉很长。可是现在呢？现在的话 ，Messenger 一个讯息就可以传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个讯息就可以传到说，你美国那边都做好了没有？快点回传给我。所以说，在做国际合作的时候，那个沟通的成本下降，而且沟通的速度变得很快，表示说你完成了一个国际合作案子的时间被缩短了。你可以马上再移动到进行下一个国际合作，所以数位外交是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出现的一个新的一个名词。这样，那所以到底什么是数位外交？我很喜欢用的一个例子，Twitter， 比方说川普的 Twitter， 大家都会看嘛，他可以在 Twitter 上面做一些回应。那或者说美国 USA 的话，它是一个官方的组织，它在全世界各地做好事。大家知道做好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
拍照，对，专家就是做好事一定要拍照。那拍完照之后呢，要上传到 Instagram 去跟大家炫耀说，哎，我在全世界各地做好事，我是世界的和平大使的这种感觉。那好，美国有点太远了，所以看台湾好了。台湾有一个粉专叫做 Visit Japan Now， 来去日本，它上面放很多日本的旅游照片。啊，之前还有筹集票，目前按赞数大概是75万人。可是你们知道这个粉专谁开的吗？这粉专是日本政府观光署开的，就是日本政府他们在台湾开了一个这样的粉专啊，它经营的很像台湾人自己开的粉专，在不知不觉中去影响台湾对于日本的印象。那光而且他说光是开粉专或是开社群账号这件事情，就可以做到说我可以去搜集其他国家的情报，我可以去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在想什么。那我因为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所以我可以去想说我要怎么来设计跟他们沟通的策略还有管道。那为什么要跟他们沟通？所有的国际沟通为的就是要产生更多的国际合作，产生更多的国际合作。因为国际合作的话，我们相信说信任感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信任感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可是你要怎么样让一个可能完全没有听过台湾的国家来对台湾产生信任感，想要跟台湾合作？那我们用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面先去创造当地的乡民对于台湾的一个印象，然后我们把台湾塑造成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有吸引力的国家。那我们真的跑去跟他们合作一些事情，我每年真的都会飞去不同国家住一年，我下礼拜要回院。对，就是我们会飞去当地去跟他们合作一些事情，在网络上面不断不断的宣传扩散，然后让当地人对台湾来产生一个信任感。我等一下会用一些故事跟大家讲。那这张图是就是我们今年初其实有对用 Google Trend 就是去简单的统计一下说世界各地对于台湾的 Google 搜寻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发现说，哎，东南亚跟东亚的人他们很喜欢搜寻台湾的选举，台湾的选举跟旅游。那中南美洲的话，因为去年有电视剧被翻译成西文带到那边去，所以他们很喜欢搜寻台湾的电视剧。那欧洲的话他们喜欢搜寻台湾餐厅，然后今年就有一个台湾港什么模型店有开，所以他们喜欢搜寻台湾港一个这个新的模型店这样子。那西非跟北非咧没有搜寻，就反正他们对台湾没有印象。可是很公平啊，因为我们对西非北非也没有什么印象嘛，对，很远太远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本来对台湾没印象的国家开始对台湾有印象，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事情。好，那我们协会有一个核心的精神叫做参与比给予更重要。那就像刚才唐政委说，哎，台湾 can help 这个 help， 我们不是上对下的关系，我们是一个平等互惠的关系。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跟别人，人家怎么样会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单纯的一直送他礼物，好像人家不会把你当成真心的好朋友，只会把你当成大爷嘛。那如果你今天跟这个人，你们一起做过一些事情，你们一起出去玩，一起工作过，一起有一些回忆，你们会变成真正的好朋友。那要怎么让来变成真正的好朋友？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有点疯，我就是我辞掉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然后我离职两个礼拜后，我人就飞到了巴尔干半岛上一个刚独立10年的小国，叫做科索沃。那为什么没事要飞过去？因为我那时候跟我朋友就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说，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让一个本来没有听过台湾的地方，因为我们在网络上搞一些事情，然后让当地人认识台湾，喜欢台湾，所以我就飞过去了。那飞过去了之后呢，因为事前有在网络上用 LinkedIn、用 Facebook、没有 Twitter， 就是 LinkedIn、Facebook 跟 IG， 然后我们去联络了很多当地的组织、当地的政府单位，然后或是当地的企业。那我在刚到那边之后，我就拜访了30几个，我一个人可以去拜访了30几个当地的不同的单位这样子。那为什么要拜访这么多的单位？因为我要去开粉专啊。我开粉专的话，大家都知道，没朋友的人开粉专会很辛苦，对，没有人来帮你按赞嘛。那我去那边开粉专，我是希望当地人来帮我按赞，帮我扩散这件事情，所以我一定是从
真正的线下拜访，线下的人一个一个去拜托说啊，我们台湾想要跟你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拜托你来帮我按赞来分享，或者说你不要跟我合作一些东西。那我那时候去拜访一个新创公司，这是他们政府的新创中心，政府的新创中心，我跟他们执行长聊了一段时间，那他们的执行长跟我聊得很开心，可是聊一聊之后，我就突然提到说，我们20年前科索沃你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有说要捐3亿美金给你们，可是3亿美金，他听完之后他没有跟我说谢谢，他就说哦，他直接转头对我旁边的科索沃人说，啊，你相信他在讲的是真的吗？啊，你相信他在讲的是真的吗？哦，我就觉得很受伤啊，就是哦，我们所以说就是。有了 ，OK， 好，就是那个时候就说，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有点受伤。可是后来想一想，也蛮正常的，因为我后来看到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我就突然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这张照片是我在科索沃感恩节最大的广场那边，他们在办的感恩节最重要的活动就是 Thank You USA 演唱会。为什么要 Thank You USA？ 因为美国在20年前打仗的时候，跟台湾一样也有帮助科索沃。可是他们在打完仗的这20年呢，我不管去参加科索沃什么活动，都会看到美国的大使馆 logo、美国商会的 logo， 还有 USA 的 logo。所以说，美国在这20年来是参与了科索沃大大小小的民间活动，所以他们民间对于美国是很有印象的。那对于台湾没有印象，所以他不相信我讲的话，也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要来学美国，就是要让科索沃人对台湾有印象。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科索沃去成立一个粉专，我找了很多我科索沃的朋友啊，就网络上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粉专。我们在讲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说，因为科索沃他们刚独立没多久，所以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网域。网域就是说，台湾有.tw。日本有.jp， 英国有.uk， 每个国家其实都有一个，可是科索沃还没有，所以我们就在网络上面一直去说，科索沃应该要有这个东西。那为了宣传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跑去科索沃的高中、大学去到处演讲，然后也去巴尔干的一个最大的网络高峰会去演讲。为什么要做这些演讲？因为我们在这些演讲过程中，其实大家就会知道说，是台湾跟科索沃正在合作这样子的东西。他们会开始对台湾产生印象。我们甚至办了科索沃第一个官方跟民间对话的网域论坛。那我们养这个粉专到底要做什么呢？就是粉专大概养了半年多，有2000个赞之后，我们开始在科索沃的社群媒体里面，不是发布假新闻，就是开始去散布一支影片，就是说我们台湾人。我找了我20个台湾朋友来拍影片，我说台湾人支持科索沃去争取自己的国家网域。我们在他们独立10周年那个礼拜就丢到他们的社群媒体里面去，结果就爆了，就大概有3万多个科索沃人来看这个影片。我科索沃朋友来跟我说，我妈的 Viber 群组在转你们的影片。 Viber 群组有点像科索沃妈妈的 LINE 群组的感觉，科索沃妈妈的 LINE 群组开始在转这支影片，我觉得非常的有趣。也有很多网友会留言说，谢谢台湾，或是好像他们之前从来不知道说台湾跟他们的处境有点类似，所以他们开始对台湾有一些讨论。那我们也有跟图文不符去合作，英语跟阿尔巴尼亚语双语版的懒人包。大家在网络上面转这个懒人包的时候，其实我们旁边的贴文都有写说这个是台湾跟科索沃当地一起合作的案子。那后来因为网络上的声量开始越来越大，然后他们政府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案子，所以他们的经济部长跟他们的国家通讯委员会董事就把我找过去，然后说，那台湾你们到底是怎么拿到点 TW 的？我们好想知道，就是可不可以来做一些交流的活动？那本来是在民间的事情，后来变成
欸，政府会来找我这样。那我们在当地也有上，也有上过电视节目或是上广播，我们就是用各种媒体尽量去宣传台湾是在乎他们的嘛。那我们做的事情其实不只是网域，我们后来还有去他们的国家博物馆去提一个案子。可是国家博物馆这个提案，我不可能一开始来的时候就做，我一定是在当地要有一定的人脉，然后当地人开始对台湾人有一点信任感之后，我才可以去提。那我们在提的案子其实主要的主题是讲科索沃下一个十年的国家发展，它是一个线上在网络上还有在现实世界中都可以参与的展览。我们用科索沃的下一个十年当作主题，把很多人吸引过来之后，我们在里面再偷偷塞一个台湾的形象许愿树，然后还有在 VR 里面放一些台湾的装置，因为他们来了之后才会发现说，哦，这个展览是台湾跟科索沃一起办的，大家会喜欢。那他们大概当时有十几家媒体有报道这个展览，他们的文化部次长后来也写信跟我们的文化部说，哎，希望未来跟台湾可以有更多的合作。那我那时候还用 LinkedIn 去邀请他们的女前总统来参加这个展览。 LinkedIn 就是你想接触谁就可以接触谁，他要不要回你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有时候真的会回来，有时候真的会回。对，我们就用 LinkedIn 去邀他们的女前总统来看展这样。那我们希望说，其实科索沃它可以变成一个大家对于数位外交一个比较具体的想象，因为在我们之前好像大家很少知道说，哎，上海什么是数位外交。那我们证明了说，其实本来在民间的活动，当你选的题目是对方在乎的，其实有可能变成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合作。那2019年我跑去哪里？2019年我就跑去越南了。跑去越南，为什么要选越南？大家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样是，就是今年4月到7月，没日没夜在跟越南人在网络上面聊天，然后我们找了很多的越南人来跟我们去讨论，说到底什么样子的主题会比较适合他们的社群媒体。那我们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其实韩国在越南的社群媒体非常的 powerful， 因为他们不但把越南的电视台买下来，开始在上面去卖韩国的商品。他们今年在网络上还推出一个偶像剧，这个偶像剧是韩国演员跟越南演员一起演的。越南人就觉得说，啊，韩国欧巴很帅，然后韩国人跟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是可以一起谈恋爱，然后哎，就是对谈恋爱，在网络上大家这个偶像剧还蛮红的，对。然后所以我说，哦，那他们在拍偶像剧，那我们想说，那台湾人对越南人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我通常我的越南朋友听到我是台湾来，他会对我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哦，我知道《流星花园》，《流星花园》是我小学的时候的偶像剧的。那他们对我们的印象还停留在《流星花园》。那比较新的可能就是，比较新的印象可能是2016年的时候，台湾的厂商在那边有造成一些环境污染，所以越南人对于台湾有一些印象，比较不好的印象。那我们一样今年就是跑去网络上认识，然后今年我们带着我的伙伴们就开始去越南做线下的拜访，因为我们要在越南开粉专了，那我们今年在越南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一个是医疗资讯的懒人包。台湾的医疗很棒，大家都知道嘛，所以医疗可能是我们可以去跟人家对话的一个切入点。我们也开始跟越南的医生拍网络节目，韩国拍偶像剧我们就拍网络节目。那这个是我们越南语的懒人包，去做让越南人去做扩散这样子。那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台湾 corner 的公民外交的实体空间，我们希望台湾跟越南的年轻人可以来多做一些交流，从网路走出来，在线下有实体的交流。这个我们现在有在泽上面做群众募资，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凝聚台湾对于外交的讨论。大家不要再觉得外交这件事情是只有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光是在网络上写po文，你用英文写个po文其实就是一种数位外交。那我们希望说可以维持这样子的讨论，我们也会去把我们知道的这套方法把它变成一套 SOP。 我们希望任何的政府计划或是其他的 NGO 要走出国际的时候，可以把这套方法去帮助他们做国际宣传台湾。那
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最终想要做的事情是人才培育。我们觉得说台湾有一群知道怎么生产跨国沟通内容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外交软实力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就觉得台湾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努力要跟国际接上线，那我们也很努力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必须要宣传，我们要努力的宣传让世界看见台湾。我们是台湾数位外交协会，欢迎大家帮忙按个赞，数位外交行动计划，谢谢。棒了，谢谢嘉荣，这真的是新一代做外交的一个方式。然后照他这种动能呢，我们真的可以期待什么新巴威或者是马达加斯加岛都可能会很认识我们台湾，透过他这些创新的作为。好，那我们三位讲者的 speech 已经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三位都上台来一下，我们就进行简短的交流，好不好？我们来问一些小问题。但是因为我们隔壁哈，然后有一点大声，这个可以协调一下吗？怎么样？哦。哦，在带导览，好，所以哦，就是待会他会走过去。哦，这样好，所以待会如果又大的，我们要用更大的声音来回应他，是这个意思吗？啊，声音有调小了，好，好吧，好吧，这个确定哦，不会再更大了。好 ，OK， 那个哎，对，好，我们声音大一点嘛，对不对？我们声音大一点哈，就是前面会有点 echo， 不好意思哦，但是后面应该就会听得比较清楚哦。好，那我第一个我要想问那个唐凤政委，因为大家应该已经看到。很多唐凤政委带动了很多创新的作为，那我现在来问一些比较困难的一面，因为大家知道唐凤政委智商很高，这个媒体都有报道，身高还有智商都很高，他做事又很快，行动力又很强，哦，这个随身有很多解方，但是呢，他所处的政府，我们不能去掩面不看，说政府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保守和比较固化的一个组织结构嘛，这个你不能就说忽视这件事情。但是唐凤政委要立的是社会创新这些很动能的、很生猛的这样子的力量。那在这当中，你要怎么样扮演这个枢纽的角色来取得一个平衡呢？其实就是每一个部会它是代表不同的价值，经济部代表经济的价值，环保署环保的价值，这两个中间当然会有一些磨合啊。那或者是说我们科技部做非常多的创新，但是我们内政部就要照顾人权啊等等这些，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本来在各个部会里面你会觉得它固化，就是因为它坚守着某个价值，它如果这个价值会让步的话，它早就被组改了，它就会被整并成一个部会了。那些还没有被组改的，都表示说这些价值很重要。好比像说，我们就是刚刚讲的宽频作为人权 ，NCC 就是怎么样都要让台湾所有的偏向离岛98%的地方，现在都已经有10Mbps 以上的网络，这个变成我们数位民主的基础。那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们使命必达，每个都使命必达，你就把它看成31个 NGO， 每个都做一个非常固定的事情。那但是呢，确实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那么在民间指出一个新的方向的时候，他们每年只能改一次方向，因为每一年要把预算送到立法院去审，所以事实上今年改了方向，明年才能够实现，后年才能看得到结果。所以不管做什么政策，大概都是3年作为一个周期。那我们想要做更长的周期，立法院也说不可以啊，你要4年4年提哦。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确实这个是您刚刚讲的一点都没有错，这是官僚体系的一个现成的一个制度。那我们为什么在做社会创新的时候，我们是让12个不同的部会，没有说是谁负责社会创新这件事情，而是每个部会，大家刚刚讲的都有大概2个青年咨询委员在带这个方向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由上而下的这些纵向的组织，它有很大的这个力量，那但是呢，它缺少的是什么呢？是能够灵活的变化去新的向量。所以我们现在刚刚为什么我说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就是跨世代的这种结盟，就是靠这些年轻的 reverse mentor， 好比像说黄伟翔 reverse mentor 领导劳动部的方向，我们的 Rich 陈玉竹 reverse mentor 领导经济部的方向等等，由他们来指出新的方向，这些方向可能每个月每个礼拜都有新的这些改变，但是呢，整个部会的力量就可以因为这些青年咨询委员的存在，所以
被带到新的正确的这个方向去，用既有的资源来做更结合的事情，而不是更互相拉扯的事情。所以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创造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每个部会也许派一个人来我的办公室社创相关的部会了，那也不会派很多人，像外交部呢，据说有十几个人都想要加入，但是如果十几个人一起来，我们就变外交部的一个科了哈。所以意思就是说，每个部会只代表放一个人代表它的价值，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空间里面靠彼此的互相聆听，刚刚讲巡回全台湾甚至巡回全世界去互相聆听，一起找出说在永续发展架构里面我们用既有的部会的资源怎么样子做出一个共同的价值，而不是说要大家牺牲彼此的立场，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以上，谢谢。所以也就是通过一些非常聪明的组织的设计，或者是说单位的设计，把一些资源可以借在当中做一些灵活的调度哦。这个真的是唐凤作为这种聪明的头脑可以想出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把角色转到企业端啊。华硕是这个千亿企业，应该要上照了哦。所以我们也来稍微进入一下华硕的世界，大企业的世界。现在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走出了台湾走进38个国家，然后有这么好的成果。但是当时回到这个要推动的时间点的那个 moment 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走这个缩短数位落差，然后要结合青年的培力，就是当时的起心动念是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成果，可是企业做 CSR 其实有非常多的 approach 的角度，那为什么是这个项目？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谢谢。我想这应该有两个面向。第一个当然就是刚提到了全球暖化跟气候变迁这个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大家都在提全球暖化怎么办，它应该不是只是一个口号。我们常觉得说很多事情唯一只有起而行，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才会得到解答，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才会对这个地球有所帮助。尤其我们华硕又是一个国际品牌的公司，我们更是责无旁贷要做这件事情。这第一个当然就是必须为这个地球做负责，然后为这个废弃物，我们不会再是制造者，而是我们是要怎么样去变成是一个回收，这是第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当然提到数位缩短数位落差，因为一直觉得说在这个资讯时代，不会数位学习不会是只是一个我们这种现代化国家的人民或是我们有能力才能够接触到，它应该是平等的。数位本来就是一个平等，我们也在讲人人也是一个平等，他只要有能力有机会，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接触到，而不是说因为他生长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所以他可以接触到电脑，他可以使用到电脑，他可以跟这个数位做结合。应该是就像刚刚嘉佑讲的，科索沃甚至到所罗门，任何一个国家他都可以用电脑来做连接，甚至可以用这个资讯这个网络跟世界做接轨。所以我们觉得说缩短数位落差也是我们华硕，因为我们自己在生产电脑，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这个样的一个资源，能够将这个数位落差做一个连接，然后让大家没有，让这个世界是和平的，是平等的，没有落差。谢谢，谢谢魏执行长，感谢。好，那现在问题就来到嘉佑，我每次都很好奇他的小脑袋里面到底在想哪一个国家。他做那个科索沃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他要做谁，这样好险越南是一个我们比较听得过的国家，如果他弄一个马达加斯加，我们也会很意外。所以其实我的问题就是说，你是怎么样选择你要去这个伸出手的这个国家？然后这么多的国家文化特性不同，社交的属性或社群的特性也很不一样，你要怎么样做这个功课，然后去创造一个有效的连接？我先分享那时候科索沃是为什么要选科索沃，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比较奇怪，我高中的时候看小说看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要去，然后
我在前年想说要去哪里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十年前自己想去这个地方，然后就自己帮自己找了很多理由。哎，对，这个地方网络普及率很高，跟英国一样高，可以去。然后或者说他们隔年就是独立十周年，网络上会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去，所以我就说服我自己就去了。因为之前在选国家的时候，我们是比较我跟我的伙伴是比较有策略的在进行挑选。那为什么会选越南？一来是因为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所以我们开始看东南亚国家。那二来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底下，其实东南亚跟欧洲，东南亚是一个风险趋避的一个选择。台湾跟东南亚的互动越强的话，我们越有可能跳脱中国跟美国选一边站的这种困扰嘛。那所以我们今年在选东南亚国家的时候，看到说，越南它其实它的脸书发展得非常的快，这两三年。然后很多外国的政府单位其实慢慢有在介入越南的社群媒体。那加上说，因为我们是一个成立两年很小很小的组织，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源，我们不太可能去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这种 Facebook 广告费很高的地方。越南脸书广告费比较便宜，所以我们就去了这样。那到一个新的国家要怎么样去了解说当地人到底在想什么？像今年三月我们决定要去越南的时候，其实我只认识一个越南人，就是我的研究所同学，而且他还在河内，我要去的是胡志明。那只认识一个越南人的状况下，我到现在今年已经快年，现在已经快年底了嘛，我大概认识超过150位越南人。是怎么从一位变成150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我的脸书 po 文说，有没有人认识越南的朋友。那我就有50个朋友在我的 Facebook 底下留言说他们认识越南人，我就一个一个敲说，可不可以介绍你们的越南朋友给我？所以他们又再拉了50个各自的群组，我那时候100个对话视窗在我的脸书上面跑来跑去，然后我再一个去敲我朋友介绍的50位越南人。那这50位大概有20几位愿意跟我在现实世界中见面，我就飞去越南找他们。那他们会再介绍他们的朋友，好像就这样一层一层，有点像老鼠会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介绍这样。那跟他们聊天一定要去了解说，我会去访问他们使用脸书的习惯，然后我们会拿一些我们本来就假设好的题目问他们说，你们喜欢哪一个？那今年就是我们选的第一个题目是医疗。那医疗一来是因为台湾也有角色，台湾医疗没话说嘛。那台湾的医疗可以去跟越南做对接。那越南人他们其实也很喜欢在网络上去问关于医疗的问题。我们每次去国外做数位外交，我们都试着在找出当地最大的同温层。你做的题目要引起当地最多人的回响。那医疗这件事情跟每个人的健康都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年选医疗作为一个切入点，这样子。好聪明哦！那已经有预计下一个国家是什么？越南有点大，越南1亿人口，可能要做两年这样。对啊，好，期待你的下一个选择。我也想问政委，你觉得他以后有机会成为外交部长哦？其实数位外交部长，这当然就是不止一位嘛，任何人都可以当外交部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概念。其实嘉佑他不止在外交文官学院嘛，其实也在很多，包含监察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就是很多的各个不同的政府组织都看到说，原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跟全世界交朋友。那在前一波的时候，我们知道2014年开始，各部会被要求说用脸书啊什么对国内沟通。那当然，现在小编经过5年的训练，现在都超有梗啊，就是非常非常有梗。不知道这个吸了什么吸猫，对。那但是，对，那但是这个还是往国内的沟通。那各部会的 Twitter， 那其实就是从外交部长这个 Joseph 开始，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他常常自己签名 JW， 就会写一些，就是他一写就上媒体啊，这个川普等级的待遇，就是上国际媒体。那写什么推文就什么上媒体。的这件事，但其他部会或其他的院呢，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能量去用 Twitter 去对全世界去做外交，或用 Facebook 或 LinkedIn。所以这个嘉佑现在就是我们的类似一个民间的外交的一个导师啊，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包含新进的这个外交人员都学到说，原来有这招可以用。那我自己也还在学习，我 Facebook 虽然10万个追踪者，大部分还是国内了，那我 Twitter 才就是快3万而已。那而且这个国外的朋友们，我们还在尽可能 diversify。那我们最近的一个成绩是，这个我
跟那个布拉格市长，因为他是一个医学生嘛，曾经来长庚大学交换一个月，那他非常关心这个医疗的就是工作。那其实台湾的医疗工作不是只是人的医师，也有兽医师，像我们的兽医师就做到了这个让穿山甲可以这个富裕，可以在人的环境里面存活等等，这个非常重要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在推特上面就跟他说，这个你可以就是我们看到你这个极权主义的熊猫啊，这个你就没有去选择了嘛，那我们这边有很自由的这个穿山甲啊 pangolin， 那我就找到一个穿山甲的 emoji 啊，就这样跟他说。对，那然后因为他就跟国际的媒体说，他其实从小就看到穿山甲的这个照片啊什么的，他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穿山甲。那所以他们本来要准备那个熊猫馆啊，接下来就是可能就是台湾的穿山甲要住进去了。对对对，我的 point 是说，因为透过这种就是以真正的生物多样性、长程的、永续的这样子的价值为主的外交的这个讯息，其实是我们对内像特生中心等等、陆沙社什么，已经非常厉害。但是这个怎么样用国际通用的永续发展的词汇把它讲出去，这个是我们可以跟加油学习。谢谢，很棒。不晓得还有没有一些要补充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个我们的这个小讲座就时间差不多。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如果大家没有办法一一记住都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是今天我们这个论坛的精神是 Taiwan can help，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Everybody can help， We can help， Taiwan can help。 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希望大家都带着这个信念，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你可以展现你的影响力，你的工作方法，好不好？希望那个大家都有机会把这个精神给传递出去。我们有倡议家的社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里面交流更多自己what you help 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把它整理成一个文章，请大家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欢迎大家都加入我们倡议家的社团。今天也非常谢谢三位语坛人，谢谢。那待会有我们要合照，那我们现场对我们要反过来看吗？好，那大家请留步一下，我们照了合照之后，我们就可以下课。